练得的模式吧，在剧中补过。开始 Pokemon 吹他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烈的神奇宝贝，是非常强烈的神奇宝贝。来呀，一起呀！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设置按下按钮来决定。好，上吧！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请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力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接收合体了，成为变白球雷姆了，也是最终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很好的办法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战败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那你，开始 Pokemon 吹他吧，
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的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Right here，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Dangerous，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You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这里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不敢相信，这队伍太棒了！上吧 ！Goodbye！Goodbye！Goodbye！战斗开始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是黑的吗？很好的判断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 ，Wizard！ 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瞄准红色的树枝吧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按下右边的按钮来停止转动条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！Iceberg， 战败了。现在放弃还太早了，丢出宝贝球吧。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厉害，是高级球。
深入都市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 ，Super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 ，White Hero Ninja Slash。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！设置按钮，按下按钮来决定队伍。扫描到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上吧！战斗开始！行了，我要战斗了。第一回合，哪一张啊？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，看看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终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那边破，撑住啊！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，旋转正反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来了。究极技能，撑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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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哇！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。超进化，向联赛的天下轮盘吧！成功！超进化！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，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！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全体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。伊佩尔哈尔出现了，中要害了，请回避。用出宝贝球，用获神奇宝贝吧！生存奖励，
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跳是超级球。是 Pokemon Trader 吧，选上算盘来决定地点，发现神奇宝贝 Pretender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 Kyogre 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 White Hero 爸爸，快死掉哦。 Pokemon Trader 是派出神奇宝贝进行战斗吧，顺按下按扫描到 Zetrada 了，在战斗中可能会有神奇宝贝出手相助哦。此外如果存在强力的对手，超梦的电压或许会上升哦。上吧 Mewtwo Celebi Genesis，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对方的神奇宝贝要回归原始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看的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向前进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 Dragon Pulse。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地板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要害了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。对手也很有能耐，最终回合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瞄准红色的数字板。找一下这样子，捕获机会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直接打的力量被解放了。
小鸟他二出现了。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这是超级球。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，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传送结束，取出接待板 Insert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